诸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今天星期一啊，这个在这个国历啊，已经12月9号了啊，12月9号啊，再过20几天呐 啊，这个国历就过年了啊，一年呐、啊，很快又过去了。我们大家来这个工作啊，我们工作前读一遍太上感应篇啊，我们也是要不断的累积啊，读得遍数情况长，遍数多啊，印象深啊，我们自然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各方面的人事物啊，就会啊有所体悟了啊。那么感应篇每一句啊，这个都含着很深的毅力啊，我们看起来啊是觉得啊很浅显啊，但是你要深入啊，就会发现啊它的毅力啊是也是深广无尽的。那看起来我们啊这个老少妇孺啊读了都能懂啊，但是呢、啊、学问很大的人啊那么他的解读他的看法啊，那这个啊当然又不相同了。那么感应篇主要讲因果啊，而且讲到这个夺计夺算，这是讲我们造作恶业啊，那么就扣分了啊，扣分。那如果我们修善业，那我们就加分。啊，那就得福报啊，造恶业啊，就得灾祸啊，所以祸福无门，为人自造啊，祸福都是自己招感的啊，所以我们要得福啊，要免祸，还是要回头啊，从自己身心上啊，去找出它的原因。啊，以这个感应篇啊，或者大乘经典啊，像《无量寿经》33到37啊，这个《弟子规》13页啊，那这个来对照啊，我们的心性啊，这样啊，才能找出我们的这个过失啊。那么过能改啊，是三摩大愿。人不是圣贤啊，伦理讲啊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，这个人不是圣贤，你不是天生的圣贤啊，不可能没有过失啊，只是过失这个大小不同啊，大小不同啊，这个记得功过啊，那么也是根据啊我们这个过的大小轻重啊，那么这个司命之神来记录。这个感应篇啊，我们也读到这个忠孝有悌，那这个是正面的啊。那反面的就是这个以妻妾以为父母性啊，这个抵触父兄啊抵触啊他就不听。父母兄长啊，讲的话他抵触，他不接受，那这个就记过了啊。所以最近我在网络上啊，偶尔看到一个信息啊，那这个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大概56年前啊，看的电影
在香港啊，这个邵氏公司啊，以前很有名的啊，拍很多那个古装片啊，时装片。那有一个演员啊，这个李青演员啊，我看到这个信息啊，那我就看到那些现在这个网络上啊，以前大概我12、13岁啊，很流行的啊，像什么梁山伯祝英台啦，这个什么江山美人啦，虞美人啦，他看到这些老的演员了，有的人晚年还蛮幸福的，有的人很惨啊，像那个林黛啊，大概31岁就自杀死了啊，那个当时啊也非常红的。后来我就看看呢，这个我记得我看过一个《聊斋》啊，连锁啊，那个时候有10几岁。我就看看这个李青这个演员现在还在不在啊？结果我就网络一查呢，去年2月22日在香港啊，他租的房子里面死了啊，没有人知道啊，所以尸体都腐烂臭了。管理员闻到啊，还报警这个消防队啊，破门而入啊，发现啊尸体已经大部分都腐烂了啊。那么根据那些新闻报道啊，就是他简单讲他的情况啊，就是1岁在上海出生，48年啊，49年就跟父母到香港啊，大概14岁就对电影很欢喜。就想去做电影明星啊，那不顾他父母的反对，他还是跑去考啊。那么在30岁的时候，他的可以说他得到啊那种名利啊，说在这个香港好像山顶那个地方啊，买了别墅。那投资的钱啊，那赚的真的是富婆了啊。那在当时啊，能够你有钱未必能去买到那个地方，他能在那买别墅啊，而且在那买别墅还不见得你有钱就能买，你要有钱，在社会上啊还要有名啊，有地位啊，你才卖给你。那你看啊。他那个名利啊到了最高峰了啊，那30几岁过后啊就慢慢走下坡了啊，一直到去年往生了啊，我跟他算了大概虚岁是71岁啊，那一般都报10岁的实足年龄的69岁，实际上是71岁。所以前半段就是30岁之前风光，30岁之后没落了。那这个我们在认识的人当中看到很多啊，我那个小学同学我都看到过啊，我在那个吃同学会啊，那个时候20几岁，我骑个破摩托车，他开进口的别克的，那个40年前开别克的，我看了就是羡慕极了啊啊，那个我那个摩托车啊，吹了100追不上他啊。那很风光，但是呢40岁以后啊，我听说他在跑路了齁，糟了啊齁，跑路就是欠人家的债了。那这个我们就是从老和尚讲的这个了凡四训啊，太上感应篇啊，安世全这些因果教育的经书来看啊，真的是得到名利的时候他不懂得再去修福，他只有享福不耗掉。像这个李青演员啊，他后来就是去赌博了，去澳门赌了。赌到最后呢房租都付不起，还那个房东还去告法院啊，叫他搬家，他赖着不搬。你说住在那个最高香港最高级的那别墅，那变成去租房子，那个房租还付不起，还要被房东告，还要被赶啊。你想一个天一个地差别那么大。
但是我看这个新闻，一般人看的，哎呀，他怎么这样，完全这么可怜，怎么怎么啊？一般人都看也是这样，啊。但是根据我们读这个圣贤书啊，学佛啊，根据我的看法呢，他在给我们上课啊，他不是表演给我们看吗？啊，那表演那个感应篇，这就淋漓尽致的表演在给我们眼前啊，因果报应啊。福报享尽了，啊，你看了、啊，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。那你这句对照一下，这些所有的人都一样的，算减就是你福报一直减少了，那你又没有去修福，那你就一直减掉你的福报。那你福报啊减掉啊，你的忧虑灾患就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有忧虑有灾患来啊。一定要反省自己，我有没有在做损福的事情？啊，如果一面修一面损，那就是看看呢，功过相抵啊。啊，如果损的太多，修的少，啊，那这个就倒贴了啊，倒贴了。所以那个城隍庙都有一个算盘在算，啊，那这个都会反映在我们自己的身心。反映在我们的这些身心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都可以自己来考验自己啊，自己来观察自己啊，那看到别人就回头，就回头来对照自己，那别人发生的是我们一面一个镜子啊，看到别人这样，回头想想我有没有跟他一样啊，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，不要一面去看别人，都没有看自己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，所以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呐啊，连死的家人都不来认尸。难道这个最基本的啊，就是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不顾父母反对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听父母的话嘛。啊，这都对父母不孝，那后面呢、啊、结局就不好了。啊，那这个是根本啊，当然后面呢、啊、还有一些种种的这些啊，这个损福的事情啊，那这个方面呢 啊也就是我们啊可以去啊观察去看的啊，所以在演艺界的、啊、这个要得到。好结局的好像不多啊，这个结局好的不多啊，特别演的这些戏啦内容啊啊，都是让人家啊动那种情啦 啊那种迷惑颠倒人心的啊那种啊属于奇异这一类的，那这个造罪业啊啊造罪业得到的名得到利不能有受用，而且是。灾祸临头啊啊，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啊？我们也要啊去认识清楚。好，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个刚才啊，我也讲了，我也看到，哎呀，蛮可怜。那也是给我们上一课，所以我请香港游龙艺啊，让他写个牌位啊，我帮他立个牌位。明年四月、啊、香港法会，这个回向啊，也。我们从这样来解读，也是我们善知识啊，也他就是善知识，他就是菩萨化身啊，表演给我们看啊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